保持者却是狼队宁青，没错。来看一下起步情况，小玉先出来了。但是敏敏的跑法，一个单骑的跑法。哦，想延续后面。对，只有东方采取了两个单骑的跑法。那敏敏现在落后的情况下，这个跑法容错率现在一样啊。前面三个人做一团，这个点一起弹过来之后，东方稍微落后了一点。是敏敏实现了反超，现在狼队一二位次达到了双领跑，没错。在对面的王图现在是取得了一个位次上的优势，对，小鱼上来之后再去对敏敏发起进攻，而且现在的位次很有可能发出队友之间的碰撞。东方这个弹跳点弹得好远啊，但是路线很差，是需要再救回来。其实落地点稍微靠前一点，但是还需要通过距离去弥补。对，现在宁青一马当先，后面三名选手的名次还是不大好确定。刚才这一盘过来之后呢，小玉是瞬间和敏敏拉开距离，但是队友之间有一波小的干扰，是三段也精准的把东方砍到了外道。对，是也是东方看到小玉上来稍微让了一下，就后边这三个人呢真的是一波大乱斗。对，但是三名选手还是谁也没甩开谁，现在拉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位次，但如果发生一个小的失误的话，后面的选手又要上来了。其实此刻对于小玉来说，我觉得跟十分还有希望，希望不大了，九分吧，我都感觉是八分。是再甩过来，你还是他一个，我又是一个三十二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个成绩你无解，在二v二四名选手的比赛当中又出了一个三十二，现在在这张图的记录榜单当中，仅有两个三十二，全是他跑的。但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这一局宁青个人的发挥和 solo 没差太多，对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无数次强调，我说这张图它实战当中比较难出成，所以说这样想，所以说皮肤不管好不好看，一千多钻我也会入手，是我也会入，每一个都会买，对，收藏也行啊，爱好在这里。来看一下四辆永夜君主的西湖，三分之差。而且先是狼队这边的王图，东方出去了。东方这张图一直是想自证啊，对，这个铁也走在了自证的路上。小鱼飘飞下来之后，稍微影响了一点敏敏的路线。没错，东方现在处于领跑位，二三四一起跳，对，一字长蛇阵非常有人歪了，但是能够补救回来。没错，敏敏这个 ECU build 出来以后，一字长蛇还是没有破，但是。第一名已经变成了狼队宁青，且跑得稍微有一点远，至少是安全距离，和刚才阿尔法的局势好像啊。这边坦克过来之后，敏敏又反超了小玉，狼队瞬间一三名了。再看后来，哇，这挺紧的都，但是这样的是拉不开什么分的。对，哎呀，这就学歪了。这样的话就不一定了呀，因为再调整过来，宁青瞬间从第一掉到了第四名。以这个对抗性啊，确实是拉满了，但第一还是狼队的，是一三换了一下，一四，看宁青现在和东方又发生了一波名次的交替，会不会反超？敏敏还是守得可以的，把这个利益，哇，四十一分又来了呀，敏敏是都一分的有问题，是的，哎呀，这西湖精彩，甚至你会觉得。说不出来什么，什么意思？因为选手的操作也没有瑕疵，距离如此接近的情况下也没有对抗，是略有不同的。狼队这边还是我们之前能够接受的创世加采取的这样一个搭配，但是 RSG 东方拿到了双生战神，而且 RSG 是有可能拿出故园归罪的。是这样，他如果把采血骗出来的话，那就不一定会选故园归罪。对的。就直接上北海了，但上北海，我之前在自媒体看到狼队宁青，北海用机甲一分四十秒八，北海的话狼队双王图啊，是，但是确实在王图底部赛车优势，这边平地 CWW， 这就起，哎呦，这边一个点下的稍微有点晚，但是路线还是很完美的，前面又是狼队的一个双人领跑。对，这张图可是 RSG 自选王图啊，是。关键 RSG 他带的创世弑神前期没出去，后期你拿创世弑神和双生追，追才有点
难受啊，厘米稍微有点歪，但是歪了以后这个碰撞弹的距离倒是很好，对，还是调整过来，压在小鱼前面的，但这个弹射点小鱼直接反超了，没错，厘米没弹出来，是的。小鱼这边再做后追，这个过山车下来以后，狼队凝星是很正的，是这里没有任何的磕碰，对，这个路线很难找，是吧？很快，第一圈38.9过来，15是肯定会有的，对吧？哎，但是跳起来了，还是有，看 ECU 丢出来，最后这个点顺利通过没有问题，15有没有？还是个细节 ，WCWW， 甚至破纪录了。哇，15.45，还是非常稳定的15，抓了。第二上车，那这样讲的话 ，RSG 让了这个裁决有战术。他这个东方拿到了裁决，对。看一下起步，裁决的最左边，但是敏敏这边起步很快，而且宁青在后面。其实起步按小分时长来说，双生会更有优势一些。但是接下来的延续点，对于东方来说是很好的拉开的。都没放，都没放。对 ，ECU 都留在中段的时候再做释放。中后段进道前有人没放。对，长延续是长延续来了。先是刚才反超了宁青吧，然后 ECU 再丢出去，现在距离敏敏还有一点点的距离。没错，在这一个点，裁决者在落地以后。大概率会向双战神发起冲击，并实现反超。就在这个点，有两个小喷过来，是的，没问题，还是把赛车的特性给发挥出来了。对，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再来一个细节的点飘，这个甩不甩？肯定要甩。ECU 释放点，看冲过来以后，两名选手都有 ECU， 后面两名选手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宁青还是甩了小鱼一段距离的。是，这一个长延续对于裁决者。来说太简单了，但是看一下这个距离的话，我怎么觉得不断呢？对，因为本身裁决者相较于双生在这样，小玉这位置，这哪是不转呀，大亏啊！小玉在最后长延续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？他应该是没延续上，然后自己没有把氮气也放出来。哇，这个太伤了吧，这有点亏了。你看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刚才提到的，现在不管什么队伍都会有一张图突然之间就崩盘，我觉得前三张图加一起崩的分数都没这一张多，而且不应该的是因为这是 RSG 选的图，对，而且他们从王图就应该算好了这张图一定会上，对，这就是战，发现大家在一些其他的难点方面，由于 ECU 的重回赛场再加上一些赛车特殊跑法又变了，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就是离谱，对吧？就比如说开局起步，你侧身过来之后的那个飞跃点，对呀、啊，也有人掉。之前不大会出现的问题，这里跑法没变的，现在会出现了呀。对，因为带了宠物啊，氮气动力也有所提升。来看一下开局起步，这位女神这边还是可以先出来。东方为什么有点距离？对，我怎么觉得东方第一个喷，它其实要比另一辆迈凯伦快一点的。迈凯伦，哎，但是这一个点它反超了敏敏，对，敏敏出现了失误。对，不过距离不是很远，这边氮气延续延上了以后，再做后追是二 G 处于23位次，狼队14。是的，这一头一尾的夹击之势，现在这个撞点不好啊，撞完之后拉回来还影响了一点点东方的，幸亏东方是把手机给卡开了。哇，这个撞得太靠左了，而且这边再送墙，氮气没满，再调整一下，但是敏敏的距离更远，这张图也是敏敏的个人王图，靠谱，敏敏对长城这个图是有阴影的，但是他计时很快，快没用，因为长城这种图就是看稳定性，看意外性，包括看意外性跳台，飞跃下来，哎呀，歪了呀！我这边也歪了。哇，这句话我好像听过。连续的释放氮气，再接冲线，东方7.8秒平分。你看计时快有用吗？宁星天天直播嘞。对，每周打鼓通车。哎呀，但这个分数是几分了？还是10分？还是刚才是同分，是的，就感觉一把一把过得特别快。对，刚才刚想说，宁青掉下去之后应该心里一慌，
但是我上来之后发现自己第二，而且1分08秒00，这确实计时真的快。侧身起步，哇，东方又侧身被顶掉喷了。现在小玉杀了出来 ，RCG 今天很难在起步上占到一个优势。哎，再来之后，前面小玉也出问题了，这回起步的优势彻底没了，狼队双领跑。哇，今天的这个状态啊，着实让人有一些着急。这确实断弹还没有断掉，东方再去后追敏敏。哦，上墙了，这也不算被反卡，就是自己进的早了。是，就带路线也没有这么带的。对，嗯，这个距离是5分的距离啊。对，因为每周大家五弯道比较多，所以说看上去小地图上都能看到，但是其实分差会更大，这跟三英图不一样。是，就比如说刚才那个飞跃神州，看起来很远，但是最后的分数其实和刚才的那个哪个星梦是一样的。而且这个一个双顶跑嘛，双顶跑的分差就是比我们看上去还是好像不是双顶跑了。刚说完的话，米米这边被东方追上了，但是还是处于第二名，1分10秒80，米米还是第二，又超六了。这这对吧？应该是5分啊，没有5分，米米失误了，米米失误是8秒9分20，对他20，但小玉跳的话就是7分，对4分。就一头一尾至少是4分，中间那俩人如果是没跳秒的话那就抵消了，那相当于什么呀，就是分差进一步扩大。是啊，不过怎么算都是扩大的。看吧，哎呀，今天在打一个狼队的时候，那狼队和那位另外那两支队伍比实力也有差距，对吧？就是不会给你机会，当你给到机会的时候，这一个机会我会一直的扩大。所以我觉得不在今天的 RSG， 而在本周的 RSG， 这个状态就是不对。反亚四个机甲，哎，也不得不用。狼队是肯定会拿的，是。RSG 这边也就是保持求生欲的尝试吧。万一呢？看起步，东方开局上墙，第几局了？他出弹射了，哇！而且东方这二 v 就没有一把是出来的，对，很少，非常少。好像确实没有，他开裁决那一把也没有。对，开裁决那把起步三双生，他第四，被拉过来了。啊！但是狼队双顶跑，对，狼队双顶跑，然后东方复位了，哦，不是东方，米米复位了，复位了。但是什么地图其实双顶跑都是天胡开局，而且这是他们喜欢的节奏嘛，宁清顶跑，敏敏保驾护航，这一整局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最喜欢的这种节奏。对，你看第一局阿尔法敏敏给后边两个人搅成什么样子。美洲也是啊。对，就这几局关键局都是这样的开局。但小玉这边想要去对抗敏敏，过这一关都是有难度的。哎，这个难度的话小玉是达成了。嗯，哎呦，这说啥来啥啊。在后队宁清，但是距离宁清现在确实是有距离的。哦，早就清了。这怎么快啊？东方也比较远。是的，也有3-2，3-3。其实这张图也该破一破了，因为正压已经送了，反压也可以尝试一下。3-2还是3-3？3-2。哇，3-2真的有，而且3.36。宁清今天第二张记录刷了将近2秒，而且狼队又是双顶跑。这个咱们不说分数啊，因为胜负早已成定局。是，这会不会对 RSG 的这个自信心或者说气势造成影响？嗯，这我主要是不敢相信他三二，原因是因为小玉慢慢接近。七局一把没赢，最好的是平分。西湖，西湖也输分了，19吧，19分，对，哦，东方小玉的话，这一次比赛是一人拿到了60分，